太棒了，真棒啊！今儿歇了啊，来好几波，都是老顾客。就因为你这五折，哎，你还别这么说，人老顾客说什么？说咱这包啊，喜欢什么呀？就喜欢咱这idea。idea。尽管你说什么idea，idea，尽管怎么说，今儿怎么样？够棒的，今天真不错。今儿还来法国人呢？你怎么知道是法国人？我也不知道。 反正我瞧他那模样，我琢磨是，他说咱这包怎么着，像他梦里想象的那种包。哎呦，这酸呐！太酸了。梦里想象的包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不酸，我觉得人说的是情。你说你爸爸这么胖，嗯，他动作吧还特麻利，特灵活啊，比我强。